市长，那个前天你的市政报告是第一次你在市政报告被杯葛，你怎么看？啊，这个是这样的，我的选举人哦，有时候我也觉得这样的，选举总是会有一些动作嘛，啊，所以有时候抱着一个同理的心情这样就好了。就每个人也需要慎量干什么，啊，就不要太过于妨碍整个市政的推行。啊，稍微不方便我们就忍耐过去了。劳动局长目前的政风调查到今天早上，政风处还正在调查他，还在调查，说他早上那个理论上就业博览会是劳动局长要主持嘛，他就没有来。好，那就没事了。请问一下，我们那个台中市长选举啊，然后有蔡泰能选吗？目前还没有。我们有可能跟未来跟国民党的卢秀燕市长合作呢？我们跟任何人都可以合作。会合作吗？只要对台湾有利，我们跟谁都可以合作。这我们在立法院的动作就是这样嘛。好 ，OK。都是没有母鸡吗？我们在想办法。都是母鸡就变成好 ，OK。